神秘之後同大家見面啦！今日咧就首先同大家講講啦，一聲道歉，因為我哋上兩次做節目嘅時候咧，就個錄音方面出現咗技術性嘅問題，咁我哋就嘗試修補。咁但係咧，限於我哋嗰個嘅即係技術所限咧，咁修補嗰個即係情況咧，都係盡我哋嘅能力嚇，未必係去到最完善嘅。咁希望大家體諒啊！係，咁亦都向係收到嘅，係不過雖是咧，係啊，咁啊，喺度試下向阿紀圖致歉啦，因為出事嗰個就係你，因為你嗰支麥嚟嘅，我不嬲都會出事㗎啦。唔係，不就係我哋嘅問題嚟嘅，咁但係就希望大家嚇，即係包容啊嘛，紀圖亦都係即係相當之寬容嘅對我哋嚇。好啦，嗱，今日呢個主題咧就我哋應該就咁多年咧，其實我哋應該講過，但係咧。我哋好奇怪，有啲題目咧，我哋即係明知係經典嘅題目，但係我哋一路都冇講嘅。咁就係呢個《黃帝內經》啊。係嚇。咁你就會問啦，呢個《黃帝內經》咁有咩咁經典咧？咁因為咧，其實呢本嘅醫學嘅書咧，就係一個中國嘅好古代啊。係嘅一個。即係差不多可以講為神秘學的書籍啦，嚇係經典到而家咧都攞翻嚟用嘅嚇。咁我依家會解釋下點解係神秘學啦。咁正如我一路咧去講呢個題目咧，其實同我自身嘅經驗啦，或者個時事本身有關啦。咁我首先要交代下就係點樣同我自身嘅經驗有關咧咁樣。咁近排咧，近期咧，我係因為一啲原因咧，咁我就走去睇呢個中醫嘅嚇。咁我相信好多人而家都有啲同樣嘅經驗啦嚇。咁個事源係點樣呢？就因為我有啲嘅一啲嘅輕微嘅病啦，輕微嘅病啊，皮膚嘅問題啦，係嘛？你唔使爆出嚟啊，大佬。哦，sorry， 唔緊啦，你講咗又唔緊要啦嚇。咁咧就求助於呢個西醫。咁啊個西醫咧同我睇一次之後咧，咁啊臨尾就講你最好睇睇中醫喎咁樣。咁呢個説話本身對我嚟講咧就好震撼嘅嚇。咁震撼在於咩咧？就咦，可能個西醫都好有咩喎，好坦白喎，即係話佢好似，因為我自己嘅印象咧，其實西醫本身都幾咩嘅，幾自信嘅嚇，就覺得好多即係症候咧，其實只有西醫才有一個科學的一個方法 去處理啦，即係呢個係我以前即係對西醫的一種嘅觀感。咁但係呢次我聽到呢個説話咧，我又幾震盪嘅。咁與此同時咧，我又聽到一個消息啦，就近排咧其實有相當之多嘅西醫咧就去求助於中醫。咁我唔講係邊位或者邊一類型嘅中醫啦嚇，咁但係呢個係據我所知亦都係一個事實嚟嘅，咁可能同嗰個即係呢幾年嗰個疫情本身有關係啦嚇，咁你咪話即係就咁就可以斷定啊西醫好啲或者中醫好啲咧？我覺得就即係大家唔需要爭拗呢啲嘢嚇，因為咧健康情況裡面係啊具體啲咧，健康最緊要啊嘛，健康理得佢中西咧，但係佢有對沖嘅要小心啲，係啊係啊，咁呢個亦都要即係。戴頭盔啦，嗱咁，你冇聽到之後，我即刻撲到就係揾西醫個原因，唔係揾中醫個原因好簡單。中醫亦都有佢本身嘅一啲嘅不同嘅情況，即係有高手有低手啦嚇，甚至可能即係低手又比較多添啊。咁但係好彩咧，我哋又認識一啲高手啦，咁所以咧就即係結果咧就即係我哋係求助於呢個中醫啦嚇。係，咁就唔係話嗰個病醫唔好，而係話咧。就嗰個身體嘅調理咧，即係可能喺嗰個呢個醫生嘅講，我講緊呢個即係呢個西藥，可能有相當之一啲嘅後遺症會出現啊。例如譬如話食藥本身有副作用啦，嚇咁好明顯啦，好簡單，譬如類固醇咁樣，咁你已經即係知道有副作用啦，係咪？如果長期食就更加即係大鑊啦，係咪啊？譬如我舉個例子。
即係我唔開名啦，咁但係呢個係某位名人話俾我聽嘅，就話咧，即係香港有一位歌手，咁咧就佢家境都富裕嘅，咁佢細個嘅時候咧就佢哮喘啊，咁啊再去睇醫生，咁我西醫咧就俾啲好正嘅藥佢食，咁啊食咗就真係好，咁但係一唔食咧又好似復發喎，咁結果咧就長期食啦，咁後來佢發現咧原來呢就係類固醇嚟嘅。咁結果咧就佢長大咗之後咧，佢個免疫系統咧就有啲問題出咗事，唔止有問題啊，係真係出咗事。咁所以就佢而家都幾熱衷於介紹嗰啲嘅自然嘅即係嗰啲嘅草藥啦，或者療法啦咁樣。咁我就無意話即係去爆人哋嘅私隱，但係我覺得呢個例子咧就可以即係顯示俾我哋聽，就係、是。這個藥本身其實大家要留意一些的副作用、有陣時候我覺得很奇怪，就是似乎個醫生應該知道有這些問題的，但是為什麼會即係俾呢位嘅即係細路仔不斷去食咧咁樣啊？咁講呢個事情俾我聽嗰位朋友就話，佢話如果呢位嘅歌手佢細嗰陣時係窮嘅咧，反而冇呢件事喎。因為如果佢有哮喘咧，到佢大個咗，佢自然會好翻咯。但係就結果係因為即係佢好有比較有錢，所以就出咗一個咁嘅問題嚇。咁有陣時啲世事係好吊詭嘅，係啊。好啦，咁嗱呢個即係頭先我總結咗啦，譬如話我個人啊，譬如去睇呢個即係醫生咁樣有咁嘅事，咁亦都有一啲嘅我聽翻嚟一啲消息，就係啲好多嘅即係西醫嘅嘅朋友咧，佢哋都求助於一個中醫。咁呢個就令我諗翻起咧，就係魯迅啦。魯迅佢個自傳嗰度佢有講啊，我記得應該係朝花夕拾啊。就朝花夕拾係佢一本自傳嚟咯嚇，咁就係、是。即係每一篇都好短嘅，但係就講佢即係點解會寫作啦，點解佢會走去日本讀醫啦。咁就話咧，佢細個嘅時候咧，就佢個祖父因為嗰個科舉問題就俾呢個嘅光緒王咧就下旨就即係殺咗啊，就會出貓唔知即係出個事，但係唔知即係貪污定咩事啦。咁佢爸爸咧就即係家勞中落之後病埋。咁就求助於呢個中醫，咁結果咧就花咗好多錢，又買埋啲好撩楞嘅藥，但都醫唔好，咁啊搞到佢即係好慘，咁佢係寄人籬下，所以呢件事咧令佢心咧佢決定咧就要學醫，咁去學醫咧佢本身個本科係讀醫噶嘛，係啦，喺呢個咩啊嘛嚇，呢個係咩啊？日本嗰、那個日本嗰度咧，係啊呢個一個我唔記得個城市喺邊度，就係我記得個先生叫藤本先生啊。仙台，好彩記性好啫。仙台嗰個地方就讀醫，咁到而家仙台都有佢嗰個像喺度嘅，阿魯迅個像。咁後來啲事我哋唔講啦，因為即係超出我哋範圍，但係。即係呢個問題，亦都喺當其時五四嗰陣時候咧，就好多知識分子咧係好決絕地去否定咗呢個中醫嗰、那個，即係嗰個地位啊。其實阿魯迅嗰個話就同巫術係冇分別嘅，嚇、即係甚至胡適都係有咁講法啦嚇。但係據聞咧，胡適嘅痔瘡係睇中醫醫到，不過自己唔肯講出嚟。呢個我聽翻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咧。即係呢個問題本身咧，其實就好值得我哋去探討今時今日。即係尤其是喺呢幾年啦，即係出現呢個疫情之後啦嚇，咁我哋又有呢個伏必泰啦，又有呢個輝瑞啦，又亦有清蓮花清瘟膠囊啦，我呢度有兩包。咁好多嘢夾雜埋咧，就令到我哋諗起，喂，其實即係呢個醫藥嘅問題咧。是我們很切身的、我們有什麼方法可以找到一些好一點的、方法呢，即是找一些好一點的處理的情況呢，即是令到我們、避免了受那麼多的痛苦啦，或者令到這個疫情可以做一些結束啦、我們就即可以求助於不同 的文化的嘛、你那個經驗呢，即係啱啱最近你呢個睇經驗嗰個睇法咧，我覺得講出咗一個道理出嚟，即係對於醫學裡面嚟講咧，你有陣時咧就最主要咧，你要睇睇自私的基因，最好睇自私的基因，就知道咧唔係個個醫生都會醫好你嘅，唔係個個醫生咧。
都真係為咗為咗醫好你嘅原因嚟去同你接觸嘅。有啲可能真係為咗乜？咁啊，錢喎，好明顯。有啲係為咗佢自己嘅嗰個醫學，嗰度我威啊，你醫嗰度咩？好多原因。咁咧，其實基本上啊，講出嚟，你需要嘅醫生係一個嘅啫。就一個咧，嗰、那個咧就以即係被我最近嘅體驗咧就係、是、以前我就冇講嘅啫。我是看中醫的不看西醫的身體力行三十年了那現在呢你好像你家庭背景都是跟西醫有關的買藥最主要是買藥有關的就其實現在呢就更加就將它清楚一點就是你信一個呢、那個、如果是一個道醫的話呢、更加好過一個中醫，因為中醫在今時今日咧，裡面嗰度咧，中港台都有分別啦，咁樣就而且佢醫生佢，因為咧喺中醫，尤其是香港嗰度咧，香港嘅嗰啲中醫即係都有一種進化嘅，就佢會都有啲叫西醫打底，咁嚟整咁，所以而家中醫同西醫喺香港嘅溝通唔差嘅嚇。不過最大嘅問題，你嘅健康，尤其是咧。即係中醫原本係佢最主要咧，就係針對咧就係病人係得你面前嗰個病人嚇，咁所以咧你去醫呢個病人嗰陣咧，你要睇佢嘅同即係佢有冇自己嘅獨特性，然後又用咧你一般你自己嘅嗰個體驗嚟知道咧嗰個係可以得咧，然後就獲得佢呢個獨特性，咁所以咧就。調藥如調兵啊嘛，嚇、呢個係中醫嘅嗰個策略嚟嘅。就算用慣嘅嗰啲藥，嚇、已經有曬保證，已經變成咗落咗書嗰度嘅，佢都唔會就咁用嘅。嗱，依啲咧就其實係我哋所認識嘅嗰啲有醫德嘅中醫咧，佢哋係咁樣嚟做嘅。係啊，咁但係如果你係道醫就唔同啦，道醫咧你咁嗰時咧你就死㗎啦，嚇、因為你修道㗎嘛，咁所以咧就越嚟越。自私越嚟越狹窄，我而家我開始淨係信道醫嘅。哇！啊呢方面啊，幾圖就有啲經驗啦。唔係因為我有啲道醫嘅醫生俾住啊嘛。不過你哋就唔好問佢係邊個啊 ？OK。係啊，佢哋都唔會答你嘅。咁但係咧，就我哋應該可以同阿幾圖分享一下，即係佢睇嗰個醫生嗰個情況啦。咁我亦都可以分享一下，因為其實我哋今日亦都想分享呢、這個就係、是。不過咧，大家唔需要擔心，一定同神秘學有關㗎，所以你唔使驚話，即係大家喺度淨係純粹講醫學啊。咁第二個即係觸發起我今日去講。即係呢個題材原因咧，就係因為呢本書啦，就係叫《論天人之際》，就係中國古代思想起源探視探余英時。咁余英時係一位相當之出名嘅即係歷史學家啦，甚至有啲人會形容係思想家啦。咁但係咧，我就唔係話特登要喺呢個節目入邊講一啲好悶嘅嘢。咁呢本書咧就其實咧，我逢係書其實我都會揭一揭入邊，即係睇我唔會淨係睇個標題嘅，因為如果你睇個標題咧。你就不會覺得跟神秘之有什麼關係啦。但我可以告訴你這本書很有趣，這本書是講巫術的，講中國古代巫術，但你看個名字你就不會知道是這個，但是我天人之際啊，看不到，很多人看不到的，很多人看不到的，人和天的那個關係，天人，他只是想說天人的天，天和人的關係，他沒有想到很多即係入邊好多即係涉及中國古代嘅思想，因為古代思想好簡單啫，即係中國古代思想啊，即係兩個概念你，或者幾個概念你可以即係提綱挈領，即係知道入邊會大概啲咩？舉個例，譬如話陰陽，河圖洛書，即係八卦，咁呢啲全部都係同神秘學有關嘅嘛。咁呢本書係講啲咩嘢咧？就係講呢個禮樂，其實邊度嚟嘅？咁好簡單，你如果你講禮樂就禮好㗎，即係大家啊，我對幾圖啦，必恭必敬啊，即係見到佢咁樣。樂就係音樂啫，但係佢講個 point 就係咩咧？其實禮樂呢、這個即係呢個咁喺古代大家講咁多，尤其是儒家思想講咁多咧，其實係嚟自儀式嘅。呢個儀式係宗教儀式。就係禮。就係禮。但係呢個宗教儀式呢、這個祭禮咧，係嚟自巫術。咁佢即係去到其中有一頁咧，就講得好，即係點咗個 point 出嚟。但係你要睇好，你要睇好耐，你先至會去到呢個 point 咧。就係咩咧？佢引述呢、這個即係《說文解字》啊，即係呢個係應該係咩啊？係古代一本即係專講講字嘅一本書啦。就話咩咧？禮呢個字係咩咧？所以是神自福也，
從事、從風。嗱，禮呢個字側邊係從一個即係事字，係講神嘅，即係祭神嘅。嗰個禮側邊呢個其實係風字，你睇日本個其實就係即係寫翻個原本呢個字係就係風字嚇，即係豐收意思。原來個禮字本身咧，原本嗰個意思係咩咧？就係當嗰個一年嘅時候咧，去做一啲宗教儀式，係譬如收割啊咩之後啊，期待期望有豐收，或者豐收完之後要還神。嗯哼。咁呢個同我哋而家理解嗰個禮本身咧係有頗遠嘅距離啊！咁樂就即係大家諗啊，純音樂其實唔係嘅，亦都有即係我以前有提過點解跳舞咧？舞我哋降神噶嘛，即係你聽到音樂，你喐手喐腳，咁跟住咧個人咧就進入某種狀態，佢就令到你進入一種某種精神狀態，可以同一個超自然嘅力量去即係接觸到嚇。嗱，咁佢講呢樣嘢，成本書咧，其中一個論點係咩咧？就係即係無論儒家、道家或者墨家，佢哋所講嘅禮，都係歸根到底，其實係巫術嚟嘅。嗯，而巫術喺古代其中一個好重要嘅範疇咧，就係醫人。嗯哼，咁佢有一兩句係提咗呢、這個，就係話喺古代。即係話呢個即係巫術同埋醫生係唔係分開嘅？嗯哼，即係醫生其實巫師嚟嘅嚇。咁呢個同我哋一路講緊嗰種嘅即係殺滿嗰種嘅狀況咧，係好一致嘅啦。係，即係全世界嘅殺滿啦。嗯，其實都包含咗幾樣嘅。第一樣係占卜。係。第二樣嘢係咩咧？就係呢個醫藥。嗱，我呢度有本書係專講個西藏喺尼泊爾嗰啲係醫。即係醫人嘅，係薩滿醫生嚟嘅嚇。啊，嗰四大佢四大醫書咧嚇嚇，咁我都買咗嘅佢嗰個版本英文版啊。你講係咩醫書？唔係就係藏醫咯。藏醫又係啊，係啊，係啊嚇。咁仲有其他啦，譬如係呢個即係去跳舞啦。係啦，咁佢亦都有呢啲咁樣啦。點樣用藥啦？即係用草藥啦。係啦，咁呢個就係醫生。咁換言之就係喺嗰個即係。近代他哋話醫學係即中醫是巫術咧，其實呢個唔錯得曬喎。嗯哼，喺某個程度佢真係巫術，但係我要問個問題就係點解巫術都可以醫人呢？嗯，譬如你一路阿幾圖成日都講足油科，係足油，你點練足油十三科？你練咒點解可以醫到人呢？呢、這個就係真係真正即係神秘學嘅問題嚟啊嘛。咁但係我睇嗰啲冇符咒嘅，所以大家唔使驚啊。不過即使在近代其實道醫都有一樣嘢嘅，就係扶機攞藥方。嗯哼，咁呢個亦都係有嘅嚇。咁呢啲嘢係咪可唔可以醫到人呢？咁樣咁呢個亦都係我救病呢類書嘅問題啦。譬如余英時一個好特，即係好好犀利嘅學者，佢好睇好多書。嗯，即係佢譬如話佢今次佢寫呢個題目，譬如話講禮樂係源自巫術呢樣嘢。佢睇到好多經典，睇到好多西方中國嘅英文中文嘅有，英文有。第一樣嘢個缺陷咩咧？佢冇實際經驗啊！你有冇俾中醫睇過？你有冇真係走去即係學過呢啲道教嗰啲符咒啊？我諗佢冇啦，我相信佢冇嘅嚇。因為如果有，我睇得出嘅。佢係純粹有一啲文獻上邊啦。我抄翻以前嘅書，抄睇翻呢個《論語》，睇翻呢個墨子，同埋參考呢個西方嘅呢啲現代嘅一啲傳釋，咁去睇呢個問題。嗯，所以我覺得咧，即係我睇呢本書對我嚟講有啲嘅啟發啦。但係咧，我係覺得一般咧，佢哋去講呢啲問題，尤其是學者去講到涉及呢啲即係神秘學嘅問題咧，佢哋始終有一個好大缺陷。嗯哼，就冇身體力行。啊，其實我就覺得話，如果你真係想研究呢樣嘢。咁第一樣嘢睇道藏啦，睇道藏已經好似阿柳傳仁教授咁，佢睇曬嘅成套道藏佢睇曬，但係都冇一樣嘢，佢都冇學氣功，冇走去練符咒啊。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缺陷嚟嘅。但係即係你試問下，其實喺現代社會，你有冇可能話即係你幾樣嘢你都做到咧？譬如你學功夫啦，學道教功夫喎，學道教功夫喎，你又走去練符咒咧，又睇道藏啦，又即係做一個學術嘅研究咧，我覺得就呢個係好困難嘅。咁我哋就嘗試即係話。將幾樣嘢我哋結合埋一齊，唔係話我識嚇，幾圖都當然可能好有經驗，但係起碼我唔識啦。但係我提出一個咁嘅
嘅一個框架，去提出一個問題，即係大家可以再發展落去咯嚇。即係點解有呢、這個即係概即係咁嘅諗法？因為阿梁一貴教授咧，其實佢都提出咗類似嘅睇法。佢就話咧，佢嗰陣時去山東大學讀書嗰陣時候咧，哇！個教授好犀利，圖書館邊間識？佢就係問個教授喺邊度邊度邊度咁樣。但他沒有練過功，他只是知道有本書在那裡，他可能看過，但入面那些有沒有 practice 過呢？我沒有的，所以這個就是一種的，就是一種的缺失。我們今天就想看一看，喂，如果中醫是某個程度一種巫術的話，那我們怎麼解釋他可以又可以即是去醫到人呢？是你那個你說那個裡面的那段關鍵就是學院派和實戰派的那個分別。是啊，因為很多時候即是實戰裡面 得到的他那個經驗呢，有時候就未必會落到個書那裡的，很多時候是不落的。是，咁佢亦都有好多時學者咧，當佢研究嗰樣嘢咧，佢可能咧佢都係有一個叫做有一種叫根據咧，都係有啲已經成為咗經典啊，嗰啲書嗰樣嘢咧，你至去落實咧，但係冇一個叫實體經驗啊、實體嘅田野嘅考察咧，就會出事嘅嚇。咁啊，呢個我覺得就你會睇到有好多唔同嘅學派出現啦。係啊，咁我即係講嗰啲，譬如你尤其是醫術，咁樣醫術咧裡面咧，中國已經留低咗好多嗰啲依啲咁嘅經驗啊個案咧，變成書籍嚟嘅。咁啊，咁你嗰個《黃帝內經》都係其中一個叫做係。即係始源添啦嚇，引發之源啦，但係都係冇解決，即係其實中醫咧就冇去解決一個問題，因為佢對於嗰種叫知識嘅流傳咧，就同西方嘅嗰種係截然不同啊，有分別嚟嘅。西方嘅就係你而家讀物理學，你唔會讀翻呢個牛津入，你唔需要讀翻一樣，除非你做即係做一個歷史學家啫。但係中醫唔係咩？你從頭睇翻曬嗰啲書啊嘛。同埋都仲有一個關鍵咧，就係西方咧，佢嗰時佢最早建立咗一種叫做譬如圖書館、博物館啲留低嘅嗰啲咁嘅嘢咧，用一個地方。就放低佢，咁啊，可以俾你入去參考，唔係咁即係唔係話咁公式嘅，咁啊中國咧咁佢有好多，譬如你四庫全書啊或者咩嗰啲咧都有，但你唔係咁容易入嘅，依個就有一個叫基本嘅分別啦，因為一個叫做學識嘅嗰種流傳咧，裡面嗰度咧，香港唔係啊不就中國咧。就反而咧就係會去到有一個階段咧，我諗西方就最覺得咧就最有問題咧，就係好多時一啲叫做係好重要嘅嗰啲學科咧，佢淨係一傳一嘅啫，人傳人，甚至係家族式嘅啦。係啊，咁嗰種情況咧就係裡面咧，即係為咗保即係咁都有一個意思，就係其實我覺得依個咧有好亦都有壞，又唔係全部壞曬嘅嚇。咁啊，咁嗰個就唔係我哋嗰個能力可以分去討論嗰個嚟啦。咁但係呢種情況出嚟咧，就留低咗好多好多學識。但係咧，我哋即係如果你要有一個清晰嘅理解咧。就個人的修為嚟㗎啦，係啊，好難㗎，好難純粹從即每個人嘅自己嘅去咁咧。就頭先我講話，譬如話好難有人咧能夠幾樣嘢，你就譬如做學術研究啦，又睇呢啲咁嘅即係典籍啦，又即係可以即係真係深入。咁其中有一個人咧係例外嘅，咁呢個就係邊個？張太炎。咁我哋之前講張仲景嘅時候就提過啦，張太炎咧佢係一個國學嘅泰斗嚟啦，但係佢睇醫書嘅。他自己開藥方的，不過咧就開掂唔掂咧就另外一個問題。但咧佢有一個睇法咧就好認同啊。佢話如果你讀國學咧，你一定要讀中醫。你冇咗中醫呢一個嘅即係法呢一部分咧，其實你讀國學咧係有缺失。所以呢個亦都係點解我覺得阿余英時佢哋寫啲書好大嘅缺陷咧，就係咁啊對於中醫係差唔多茫然不知嘅。你叫佢話佢睇咁多書，叫佢睇埋中醫咧，咁我諗就。即係佢亦都未必即係做到，甚至如果睇完中醫之後，佢 practice 即係做呢樣嘢更加唔可能啦咁樣。好嗱，呢度呢部分咧就係即係成個即係背景啦。咁但係即係觸發我真係走去做呢個節目嘅好具體原因係咩咧？咁樣就嗰日我睇中醫啦，咁就佢跟住佢做好少嘢，佢同我把脈啦嚇。咁把脈就定即係一定噶啦。咁佢問咗我一樣嘢，你發咗咩夢咧？咁第二樣嘢，佢跟住你
睇我哋，你伸條脷出嚟俾我睇睇。咁要睇西醫就好少叫你伸條脷出嚟睇睇，去鑑定你即係其他身體不同嘅部分有啲咩。多數用聽筒聽你個心，聽心跳啦、量血壓啦。咁但係睇條脷喎。咁我覺得呢樣嘢咧就觸發咗，就係我去即係搜羅本書啦。咁就叫咩咧？夢與健康嚇。咁今日我講呢，其實都係基本上嚟自呢度嘅，甚至啱啱我讀一讀。咁嗱，即係呢本書有其中一樣嘢係咩咧？就係話。你發咩夢入邊見到啲咩嘢咧？就係、是、你個身體有咩病啊？咁嗱，大家唔好驚啊，千祈唔好驚啊！唔好話聽到你見到即係你住驚啲，唔係有啲聽眾會咩噶嘛？即係成日驚自己有咩病咁，我覺得唔使嘅嗱。即係呢度首先即係講一講啦，就係、是、如果你發夢見到樹嘅話咧。你發夢見到樹嘅話咧，咁你個肝有事啊！你發夢冇見到樹啊，同埋開花喎，同埋有啲妹出嚟嗰時候咧，咁你個肝有事喎、啊。嗱、我一直以嚟咧，我都會已經習慣咗將我嗰啲夢咧，只要仍然記得嘅話咧，就即刻記低佢。係啊，呢、這個好習慣嚟。咁嗰個你話分析咧，嗰、那個咧就係、是、變咗唔係叫第二步嚟嘅，係、就係你 keep 住咗你嗰個夢嘅嗰個記憶。嗯、你抽落嚟嗰時候，你就會記得會多啲嘅、嗯。一睇翻啲字咧，因為你自己有個系統喺度嚟嘅嘛，就即刻可以勾翻你咧，你作夢嘅時候嘅嗰、那個。裡面看到的那些，即那些狀況，不是實況，狀況來的。因為我現在都是去到那個階段，就是已經去將那些夢、那些記憶那裡呢，然後就跟現實的那個東西配合回、就我寫日記的時候呢，其中最要記的呢就是記夢的、因為那個基本上你說那個話健康和個夢是最大緊要的，這個其實就是一個叫夢的基礎的、所以你有記憶留下低的時候呢，你能夠將它表達到出來，有時候呢你的夢就變成了再實在化的了、這個嗱咁樣嘅，嗱呢個就大家聽到之後咧，就唔好話見到樹有病咧。嗱佢都有解釋嘅，佢話咧，其實你真真正正從個夢可以 check 到你睇到你個推敲到你身體個健康狀況咧，係要深層嘅夢啦。咁一般嚟講咧，即係正常人啦，咁我唔係啦嚇，你圖可能都比較正常少少啦，我比較夜瞓少少。佢指示到丑時嗰個夢咧。即係嗰個你進入個夢鄉嗰個狀態咧，係應該你深層嘅睡眠啦。咁、但係香港我諗一般人都唔係，因為其實香港人都幾夜瞓嘅嘛，所以你就唔好計呢個子時到丑時，子丑人卯啦。咁即係話應該係喺11點至1點，1點至3點嗰段時間啦。咁但係好多人都會褪得比較遲。咁但係我諗應該你就計你即係真真正入到嗰個叫深層睡眠。佢喺淺層睡眠咧，如果你見到樹嘅話咧，只不過應該就係你日頭見到好多樹。所以你殘留了呢、這個影像在你個腦海入邊，咁你都可以用弗洛伊德嗰個講法，就係話，譬如話你有啲嘢你喺日頭你得唔到嘅，喺晚間你發夢嗰時候咧，就即係完成咗呢個慾望啊！呢、這個係最初弗洛伊德嗰、那個即係夢的詮釋個最早期嘅講法嚟嘅。其實講夢嘅嗰個裡面嗰啲叫夢裡面即係有啲呈現嘅嗰啲信息咧，裡面我哋曾經有一次咧講預言嘅時候咧，咁我都講咗中國預言咧，有個其中有一本預言書咧，叫夢占日子啊。夢咧就一個夢嘅夢啦，占就占卜個占啦，日咧就先日先個日。子咧就中指個子，夢占日子啊！咁佢裡面咧就裡面你細睇咧，佢裡面咧就都講咧，夢裡面咧你見到嘅嗰種現象啊，或者成咗物嘅嗰種，你見到棵樹，其實金木水火土有分嘅，就係你嘅五臟器官嘅其中嘅一個呈現嚟嘅。咁佢基本上咧，其實如果你講話夢，尤其是發深層嘅夢咧，原來係有個方法嘅。個方法咧係點樣樣咧？你瞓嘅嗰時候咧，你冚被啊或者咩嗰度咧，係你要做到一個保持一個體温，即係唔好有變化啦。係啊，咪嗰個體温咧，即係有種暖意。因為通常咧，好多人咧，即係譬如發夢咧嗰時候咧，就或者你嗰啲叫做係一係太熱，一係太凍咧，咁生出嚟嗰啲夢咧就唔係好純正嘅。又或者你太飽。
其實 bling bling 嘅，係啊，咁樣就又有啲成日飛天啦嚇，咁嗰啲飛天嘅夢咧就即係都係睇，好似你話齋個係時間，啱啱嗰個你瞓嘅嗰時間嘅有啲叫外，呢啲外匯外換嘅夢信息嘅，總之有金木水火土嘅分嘅嚇。咁如果你細嚇你細緻啲嚟分咧，就係嗰個咧，我哋五臟六腑，佢裡面咧。就有很多啲唔定性的東西就變成了佢裡面嘅內邊嘅風，嗰啲風嘅運作裡面嗰度咧，你嘅嗰個成個精神嗰個感應咧，就將佢變成了夢信息。如果你記得到嗰時候咧，你就先係記佢嗰個過程，然後就將啲信息咧用金木水火土啊五行啊咁嚟去分解咧。咁唔單止係用自己嘅嗰個角度，你最好咧就即係有人喺度幫手啦。咁依啲睇下方便講咧，因為遲啲，因為已經係心理學嘅西方都去到呢個境呢、這個學術嘅狀態㗎。即係我諗你慢慢你去即係將個中醫同埋西方嗰個咧，有啲係接到軌嘅。係，不過大家成個思考方係好唔同嘅。即係你西方起碼一樣嘢，你冇五行啊嘛，即係金木水火土點樣相？譬如舉簡單例，譬如你個肺係屬金，你個肝係屬木，你個即係胃係你個心係屬火。喂，你西醫冇呢種概念㗎。嗱，佢又唔係咁完全嗰種差別嚟嘅，因為咧，你如果講心理學裡面嚟講咧，即係嗰個時期同弗洛伊德咧就成日拗撬嘅咁嗰、那個那個叫咩名啊？嗰、那個啊，榮格，但係榮格咧。他已經咧喺嗰個叫夢心理裡面嗰度咧，佢採用了很多東方嘅嗰個裡面嘅嗰啲學識嚇，咁嚟放落去嘅。咁啊，尤其是太乙金牙中指咧，咁即係我哋成日都講啦。啊，電影《Inception》嗰個就係用阿榮格佢點樣翻譯，即係用夢嚟去理解呢個呂頓賓記低嘅嗰個太乙金牙中指嗰、那個咧嚟去剖析。嗰、那個夢嘅嗰個元素嚟咯，所以佢裡面嗰度咧有啲嘢就已經大家有種叫共通，但係咧佢叫理解上或者好多其他啲細嘢，就好似台長話齋係有啲分別嚟嘅。咁你如果你當為一個有時有啲人當呢啲係一種事業嚟噶嘛，即係研究夢嘅嗰啲咧，咁佢你要必須要知道呢一啲咁嘅學識，然後你至同人解夢啊！如果唔係你就咁解咧，即係一塌糊塗啦，唔好嘅咁嗰樣啊！你害咗人添咁嗰句。嗱，咁至於話咧，即係同神秘學有咩關係咧？咁好簡單啫，就係我睇呢本書嘅時候咧，就睇到咩叫三魂七魄。咁我哋之前咧，好耐之前都前幾年啦，就即係有兩集咧討論過呢個問題啦。咁第一集咧就有位朋友嚇，咁係呢啲嘅即係咩咧？係呢啲嘅好似風水師傅嚟嘅。咁我上嚟講嘅時候咧，咁就佢個師傅又好似唔係好滿意，咁結果咧就再嚟一次啊。咁但係我都唔記得咗呢個三魂七魄嘅，即係咁樣。但我睇呢本書就好清晰啦。而且同醫學咧係結合埋嘅，咁所以咧就觸發到咧我今次咧去選擇呢個題目啦，就係基本上咧有呢個《黃帝內經》啦，有三魂七魄啦，同埋有呢個夢嘅詮釋。咁至於係點樣咧，咁啊下一節翻嚟咧就同大家係詳細去討論啦。梁錦祥工作室喺呢一個網絡言論自由被打壓嘅年代，我哋依然堅持自我，做好節目，堅拒自我審查。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请大家订阅梁锦祥工作室 Patreon，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守护自由言论。而我们在 YouTube 频道上面的每一节节目，都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啊！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锦祥工作室节目。